珍惜每一秒，每一分钟，每一天，珍惜。我们众生呢，之所以在苦海当中出不来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对个情的认识啊，修心啊，人明白世间是苦空无常的，一辈子苦到最后是一个空啊，所有的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这是学佛的真谛。就是我们在人间对父母亲百依百顺，满足他们一切要求，伺候他们到啊老境啊，我们说老境无老死境，就是这个老境，也不能使他们的业力消除啊。你就是对他再好，他爸爸走的时候，妈妈走的，还是有的下地狱了，有的投人了，你不能消掉他们的业障，也不能让他摆脱老死啊那种病啊及轮回啊，你也不可能让他得到永恒的幸福啊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凭着修心就可以使我们七世的父母亲人都能得到解脱，并且还可以帮助人间很多人，使大家一起离苦得乐，这才是真孝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学佛，天上的天人神仙佛菩萨他们都会赞叹，一看有人学佛了，念经了，天上好，就像师父一样，我有时候看见你们带一个计数器，嘴巴里念，哎呦好开心哦，哎呦怎么这么开心啊，这么多人念大悲咒心经啊。看错的也有，有一次看那个人念的很厉害，哎呀好开心啊，走过去一看吃口香糖了。所以我们学佛人才是真正的有情众生，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啊！要记住，我们学佛人的慈悲和这种爱跟世俗之爱是无与伦比的，超度亡人啊，替父母亲啊，亲人啊，求菩萨呀，我们的恩大于须弥山呐、啊。你看你们现在念小房子，就是在超度我们自己的亲人亡人呐、啊。虽然有的人连爷爷奶奶都没看见过，他们还说台长啊，我要念小房子，看看能不能把我爷爷奶奶抄上去。这就叫恩人，这就是很有情的众生。所以再看凡人那种爱，哎呦，给你吃点东西，对你好一点，只是人间的一粒微尘而已呀、啊。所以人间的情只能对父母一辈子尽孝，而修行的真情可以让我们的父母超生了死，可以到天上去。大慈大悲观世音。